韩国甜心边和绿加入中性兄弟啦啦队 PS 女孩，最新的应援画面流出，只见她身穿中性兄弟啦啦队的黄蓝配色制服，勾走不少球迷的心，让不少粉丝忍不住直呼比里多会可爱。对，就是打到那个心情好不好？ OK， 好，那么今天是我们就跟着一起来，谢谢。对对对，所以今天是要锁定边和绿还是李丹飞？边和绿，边和绿，OK。所以之前就认识他吗？哎，有看过，在就是 YouTube 的影片这样。OK， 所以今天就是带了相机来这样。对对，来的。四点，所以从哪里来？我从新竹上来。新竹也是特别来追这两位。对。那特别喜欢谁？两个都爱。两个都爱。对。你好，教练。来正前方，哎，正前方，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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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大家好，我们是黑山 Sisters。我是李丹飞。Yeah. 我是边和绿。很高兴见到你们。谢谢来看我。我爱台湾。많이찾아주셔서너무나도감사드리고이렇게관심가져주신만큼저희열심히활동하도록하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谢谢大家今天来就是来看他们，然后他们以后也会就是认真的一起应援，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在球场一起见面这样。感谢中心兄弟邀请来台湾。好的。他要问你是什么？他想要去还没有去过的夜市。대만의밀크티를다먹어보고싶어요他还想吃牛肉面，然后还有他还没有喝过的奶茶也想多喝一下。珍珠奶茶是吗？对，他上次有喝，他想再喝不同的。再续前缘的感觉，就是很开心，多了一个很熟悉的伙伴。因为毕竟之前有一起应援过，然后也有一起到国外应援过，所以很开心，就是再续前缘这样子。最近很喜欢红色的，但是这个旗袍红色好漂亮，还有。Wait and Dragons 的 Beauties 跳舞是很有力有力量，我很喜欢。对，好。那请问加入味全龙后首次合体应援的心情怎么样？就是有一种再续前缘的感觉，然后就是很开心，因为。就是多了一个很熟悉的伙伴，因为毕竟之前有一起应援过，然后也有一起到国外应援过，所以很开心，就是再续前缘这样子。对于这个服装跟舞蹈风格感受怎么样呢？就今天这一套这样子。这套吗？这套就是走一个旗袍路线，我自己是觉得很喜欢。那时候我拍完的时候就传给我家人看，我妈就说：“你穿这个好适合哦，好可爱哦。”所以我自己是蛮喜欢。这一套服装，那至于开场舞的部分，我觉得今天的开场舞真的是有点难到，那时候真的是练了蛮久的，对，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希望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最近很喜欢红色的，但是这个旗袍红色好漂亮，还有 Wait and Dragons 的 Beauties 跳舞是很 powerful 的，有力量。我很喜欢，Go Go Kevin， Go Go Kevin， Go Go 红不浪郑凯文，耶耶。